好啦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李白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个郑成功，好吧？郑成功的组合，郑成功组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惊涛骇浪，置身在内的己方战部队攻击防御智力上升100%，哇塞，这个用攻击，但是它的那个效果系统是物理，然后。但是它也是可以增加智力哦，自身队伍特效上升50%，并赋予5%的火炮，在目标带内的己方三部队发动300%的攻击，那兵力越多，威力越大哦。那我们看一下火炮，赋予火属性，另外每隔一段时间将累积提升火攻击威力，最大加200%。看一下自己一个人30秒，增加30秒内，每隔一段时间将累积提升火攻击威力，最大200%，所以它还是可以增加一下火属性的攻击。火属性的攻击，五炮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啊？你已经玩过赵云之后啊，哦，其他打贼的那一个破万啊、破一万、破两万、几万的啊，你都没有什么感觉了。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感觉？即使他的那个战法还是很厉害，但是就是没有赵云打那种五万的那种惊喜。奇怪哦。好，那。他的侍从啊，就只能用他的侍从就只能用工兵哦，工兵。那我把他用黄忠，他可以带出弓神哦，弓神副将工兵连锁率加2%哦。那自身主将额外再加3%，所以他只要是弓神是主将侍从。那就是再加5%哦，再加5%，而且工兵兵科战法会发动吉星哦，吉星，所以我们的赵云也可以，哦，不是赵云啊，我们的郑成功也可以发上吉星哦，吉星。那我们配的是 UR 的太史慈，因为他这个八攻啊，实在是还蛮好用的啊，UR 太史慈的八攻蛮好用的，当然你也可以。降星够的话，也可以换 LR 的太史慈哦，LR 太史慈。你除了放弓神之外啊，你也是可以放夏侯渊哦，夏侯渊可以乘宿舍40%哦，40%。乘48完之后呢，你假设说超过2500的攻击之后，它会开启孤星野，那再加上本身的名品，你会变成孤星野三。那孤星野三或四三四会比较好，开启三会比较好，然后兵力50%以下，防御加10，战法速度加10。那持有此技能的武将发动战法时啊，攻击加50%，智力加50%，哦，队伍特效加25，自身为副将，哦，副将哦，假如这个国姓也是副将，为副将，攻击智力。队伍特效会变成2倍，这是当副将。这一当副将怎么开孤星野然后出征量表加28，自身为主将的时候。
那蛮奇怪的，自升为副将，自升为主将，出征量表后加20，自升为副将，出征量表加10，所以出征量表增加可以，需一定要开启国境也好，出征量表才会增加。那我们会有连带3敏活4，还有威德跟宿舍。所以这样就48的攻击速度。那我们又用，我们会用的是国神。工程这样才可以增加一点点速率了。然后再加我们的罢工，太史慈的罢工，然后再加我们的他大乔的周月中天，战法威力加58，赋予18的字条和两次的攻击无效，再加倍的意思了。组合我用这个吧，我用这样的组合，那会让你的威德3战5敏活4攻神，连带国姓也，但是我看看这个射程，但是你还是配上工兵，还是要配上这个啦。鲜卑轻功，他的机动可以加20，所以机动可以直接到139。那我们看机兵1-3，好，那我们就这个组合去打看看吧。等一下来看一下打这的影片，然后感受一下他的那个，感受一下他的那个威力，好、哦、威力，一连锁、二连锁、三连锁都有啊，都有了哈、哦。那就再看看，那测试完之后，一连锁大概7000吧，二连锁大概是12000-14000，三连锁就是20000多，哦，20000多。好，那就看影片吧。好，这里是李白快捷频道，我是李白，那我们下次继续介绍队伍见哦，大家拜拜。薬莢こそ我が力。します。
この勝利皆のものです。逆境こそ我が力。勝利皆のものです。